哇，对对对对，啱啱见到今日注册成交就斜佬巷仔呢间铺头成交咗428万。唉，你想点啊？428万，好。哇，呢个反而升值王。15年前嘅时候咧，买翻嚟即系几钱啊？42万，升咗9.2倍。盛汇买铺保证快、专业、保密，业主经纪有铺放售，记住联络盛汇啦。在哪里呢？这个巷子里面，但是进去之前的就是街市附近环境，这个薄扶林道，这个第三街，刚刚这里就是斜路，这个位置是特别斜，所以这里的铺比较难搞，一这么斜的话就比较难搞一点。那边就讲是西边街，那边就正街方向的时候，那边有条行人天桥，那边就旺很多的，但是这个位置就比较难搞一点。为什么这个成栋大厦先？就是这个大厦的旁边的巷子，这里但是买得便宜可以解决所有问题，不是买铺最要赚钱而已。入嚟睇睇呢個位置嘅時候咧，呢度有間鋪頭就講係第三間100/106號圖則，你見到噶啦，就呢個嘅真光大廈地下低層地下嘅一 G 鋪，同埋乜鋪都要嚟睇下啦，知道成交係咩貨色啊嘛。咁就建築面積300尺到啦，門闊大概10尺，深大概22尺到，就係 exactly 呢一間嘅鋪頭。玩嗰啲咩塔羅牌啊，玩嗰啲咩占卜嗰啲咩咧 ，dirt side studio 咧 ，dirt side 即係總之就用第三隻眼去睇睇未來啦。咁啊，呢度註冊咗428万，堅噶啦，就樓齡就45年到。原本業主2007年嘅時候咧，5月份用42万買喎，2007年42万買，啱啱就沽咗呢個嘅428万，所以咧位置差唔緊要，重要賺到錢啊嘛，平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啦。咁啊，真係最靚鋪，即係唔理佢黑貓白貓，賺錢嘅鋪就係好鋪啦。咁啊，呢個原本業主買翻嚟嘅時候就升值咗9.2倍啦，簽約期就6月2號註冊嘅事嚟噶啦。用2.5厘去計嘅話，市值回報咁啊，呢度大概係8500蚊到啦。咁啊，2.5、2.4厘差唔多啦。咁嗱，呢度咧就斜佬位啦，走翻上面啦。咁啊，呢個位今日咧就講呢一個嘅 studio 仔。咁啊，呢啲全部咧好多時有啲工程啊，有啲拉咗閘啊，擺下貨咁樣咯。你始終一間鋪，你點都要有間鋪啦。入邊好似搞緊啲咩工程咁樣啦。咁啊，就係總之就係咁啦，呢一間嘅鋪頭啦。咁啊，普普通通一個鋪頭仔420万，你想點啊？420万。所以感覺咧，縮出嚟巷仔入邊嘅時候咧，建築面積300尺，實用就大概220尺到，每尺1.5万到一個地鋪。你始終咧有啲有個地方巷仔做下嘢啊，咁啊第三街呢頭又唔差嘅，咁啊嚟佢出翻嚟外面，行翻出嚟呢度嘅時候啦，咁講真，外面有啲餐廳，有啲寵物店，有啲髮廊，咁啊有啲 Uselect。有間呢個齒來香呢個蛋卷咁啊唔差嘅，幾百萬貨仔，你想點啊？但係仲縮咗入去咯，咁我感覺就一個5分位咧，5分至10分設備分片案，一個5分位咧，即係我唔縮上嚟弱啲，咁我覺得400万咁，但係就1分至10分貨咯，講到佢至平啊呢間嘅咧，最緊要賺到錢啦，是啦，唔理黑貓白貓，捉到老鼠好貓，唔理係巷仔鋪定大巷大街大巷鋪嘅時候咧，賺到錢就好報，貴物價貴物價。